昨天买的爆米花，好尴尬。我都买 mix 的，但是袋装的它没有密封。然后为了盒子还买了个罐装的。是让我们要直接吃的，所以还要给纸巾。然后这是我们 Airbnb 的公共空间。诶，这电话好可爱啊。有点蓝莓的，它有一般的，中间没有洞。哦，哦，我刚才在想，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来它是蓝莓，结果一咬，全部紫色的。这个啊，就 Chicago。对啊，可是这个好像不能贴。嗯，可以。这个不是贴这里的，贴白白的。它这里写哦，这个，可是这个也很有纪念价值。Skydeck。哎，对，要调一下木纹。我觉得这还不错。对啊，可是我水壶够了。我也够了。哎，那边好多明信片。这
这是芝加哥的，这是明星公主是 Skyline。 哎，这样9.99，哎，9.99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其实还没有，嗯，6张，可以，其实蛮可以。哎，你可以就这张那种，哎，它不止6张，是 Chicago 而已，差不多，哎，可是它不是明星。他不是吗？是吧？看起来很像啊。好帅啊！好漂亮哦！早知道昨天就不要拍照啦，没有啦。真夜景不是拍这栋吗？狂拍，我这栋不知道拍几张。哦，很漂亮哎！哎，他就直接帮你拍了那个整个的了。对啊，完全不用自己拍，那直接这个啊。对啊。它是这个全部每张都有，它一个才1块，比星巴克还便宜。它里面有几张？超级一二三四五六，不是6张哦。好像不止6张。哎，这可以打开的。哎，真的哎。哎，真的。是哎，这也太便宜了吧！这很夸张。哇塞！可以买起来啊！只是很大张，你可以写很多字。就是很大，就不是一般名片大小。我可以自己留着就好了。这超感觉，他把每个景都拍下来。嗯，这里有大豆豆，哦，这个我这好轻哦，这感觉好像放在那个圣诞树上面的吊饰。哎，对耶，哎，对耶，对啊。哇，这个超大水壶，40块。我觉得还好。这个超大豆豆哎，超大豆豆。哎，这种比较可爱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可爱。这个为什么豆豆来了？它到底有名什么？对。这是什么啊？存钱筒，有个洞哎、欸！这是杯，它就只是一个。这个不是，但这个有洞。哎哎，这到底可以喝哎？这超重的哎、欸，这好可爱哦、喔。对啊，这个可是它没有写字哎、欸。它没有写字，可是这多少钱？他好歹要帮我写个芝加哥吧？因为他觉得你应该就看了就会知道。那我们不用去看大豆豆啦，这里也有那个完全的反光效果。哦，下雪了。哎、欸，我们那个不是其他的，不是其他的。哎，这个这个杯子感觉比刚刚那个好看，可是。有一点廉价感，那个粘的那个胶痕，啊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才是正面，这个大豆豆也有了，芝加哥的知名建筑物也有了，然后这边又有写芝加哥，哎，这个好完美哦。但它都是纯粹的装饰品，20块还好哎、欸。这个水壶好可爱，那个蛮重的哎、欸。那个15块。这个30块，可是我觉得这不错哎。我也觉得这个，我那个是保温杯。这个以桌上装置来说也不错。那个大豆豆好不雅观。不雅观？还好吧，就一颗豆豆啊。就不知道它是在肾脏里。
我觉得很像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很像 Long Ways to Die， 很像坚果，坚果腰果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又有国旗，又有芝加哥，哎，那边摇，刚好。这多少啊？十块。对，这个十块。嗯。棒球十二块。什么超级长的饼？超级长的。对啊，但是它上面有写什么吗？哎，彩真的是彩色，好像吸管了。热。你们没有要买吗？我说等一下回来再买。这个真的超级有坐在车上的感觉。看起来这样超好吃的，三个摆在一起超赞。哎，那个纸盒很好看。嗯。
原味的更香，这真的是香草冰淇淋。太浓了，现在觉得那个 Gordon Ramsay